小小兵来画画，出现儿童界毕卡索啦！对，我妹妹是属于那个抽象派的画家。这些方的呢，都是北。这看得出来，哪有表面落水啊 ？My God！ 对，别动装空哎呀！这个如果再不对，我也没办法的。这是来呀，哇，离子离子，来呀来呀！我回来了，好的来。名模公主之争，用妖力征服你。水生西，河生桥。哎，我不会啊，娘的啦，娘的啦！等一下，你看这都征服我了，你 hold 住，你 hold 好了。躲猫猫回来啦，请小心躲好。我来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真的吗？我们都不忍心步入他的行踪。别乱说的话，他假的。他看不到我，他看不到我。别乱，别乱。小小兵去采买，玉林哥伤心啦。我问你，你要讲的是什么？这是什么？我放弃沟通了。形状一样的，没有鱼长这个样子啊。你赶快找啊，是企鹅，你觉得是哪一种？你好聪明哦。那你觉得我长得像什么？我是帅哥，帅哥，我都是兄弟。欢迎兄弟，你我出任务。感谢兄弟，很顺的啦。哎，各位，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呢，非常开心来到万里的翡翠湾啊，厉害了，翡翠湾的万里。哎，他犯了一个文法上的错误，对，因为万里比较大，翡翠湾比较小，所以由大至小。那我可以说，神鱼的名模出任务吗？哎，应该可以啦。哎，善于中肯。开玩笑，我靠大家，靠大家。是是是，今天我们有新的小头，各位，我们第一次有夫妻档来上节目。张秉彦跟你结婚以后，很多人变傻了。上一次啊，最后一个字可以结婚。废！干啥呢？靠！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制作单位了，既然我是刘佳佩，今天我就是来平反。但平反，你找一个人来制衡我，怎么说制衡呢？你搞清楚，制衡你的不是他，是我。不一样吗？不一样。心里在那边制衡一个，对，那不双制衡吗？上一次老婆没来嘛，我有帮你盯着里面。好，里面表现的 OK， 他是不是跟女乔多聊几句？收工以后，他们再继续回家。没有关系，你有发现我拦不住啊？不是，所以我才说红队的队员们今天可能不好意思哦。说大白车，我是今天可能另外一颗老鼠屎。不会不会，我觉得你会。哎，干嘛说我是？要加油了，要加油。好了，今天我们会进行什么样刺激精彩的游戏呢？我们往前冲吧！厉害啦！小小兵来画画又来啦！这个单元哦，要发挥相当大的联想力。是的，更重要的是灵动力。哦，有灵动力。都画一根啊！哎，有时候他笛子也是，他笛子、香蕉、甘蔗、黄瓜都画一根。对呀。哎，就颜色的不同嘛。对对。好，那我们首先呢，来欢迎今天来参与我们游戏的小小兵们，进场。今天来出任务的是可爱的兄妹党小小兵。两队经过抽签之后，小 Q 妹加入红队，哥哥阿勋则是加入蓝队。前两回合由小小兵画画，队员出去采买，剩下两回合攻守交换，换成小小兵出去找谜底，作画时间为一分钟。预备。不可以，操作没有操作，不可以教导他怎么画。好，阿勋，自己做不能输给妹妹哦。当自己的主人。阿勋，小 Q 妹陷入迷惘。好棒哦！哇！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啊！调整一下，好像到顶嘞。Q 妹，然后大台。
跟宜家站在一起，好违和哦。先啊。我觉得你们也应该要紧张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画风很……我们画好了，我们画好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彩排。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看刚刚他们的表情，我觉得你很不乐观。我看一下你的好不好？这看得出来，哪有鬼啊？这个有可能是青菜还是什么啊？大家帮忙看一下，但是因为小孩子的画法有时候不太一定的，他有可能拖鞋，他也会画成这样。外面有颜色。等一下，黑哥，我给你一个提示，这些方的呢都是背景，他把背景画的。哎，他终于讲了句人话。圆圆的配色跟形状都对哦，快去！妹妹，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哎，这个是什么？这小孩子画的，会不会是青菜啊？葱。可是葱会画这么粗吗？葱底下这边是白的，猜不出来。对呀、啊，那为什么李佩旭说他猜得出来？这就怪了。圆圆的，有毛。有毛，红色的，红毛丹，吗？哥哥可不可以问你一下？因为有另外一个小妹妹画的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找？啊，你们有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球，啊，球，你觉得是球对不对？毛毛球，谢谢，嘿 ，My God。就是这嘛！啊，脚白笋，应该就是脚白笋。哎呦喂啊！别来啊！哎，问你一下哦，你觉得是不是脚白笋？我觉得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觉得为什么？你跟我讲一下，你觉得为什么不是吗？刚刚不能是脚白笋。哎，我刚刚有怀疑过了。它是这个。对。你懂网红没有？它这里有白白的吗？啊？来，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今天状况有点不太好。我再帮你想一下，你再帮我解一下好不好？大师，你要帮我盖解，你给他盖解。我现在盖解出来。我们现在研究一下这个是什么好了，这是什么？就毛毛的、啊。红毛丹吗？我一直在想红毛丹呢、啊。而且红毛，我说你啦。我觉得他可能会对、啊。哎呦，这是你快上啊！没有红毛丹，我就拿红火龙果。接下来我们去玩具部找毛毛球。我是谁，你知道吗？不是啊，我是彭于晏。哎，他不要跟人家讲彭于晏来这里哦，我怕被太多人抓了。谢谢哈，拜托啊，保密哈，保密。OK， 嘿，啊，你是爸爸的，啊，爸爸你也要保密哦，不能跟人家说彭于晏来这里。他支持《寒战二》。看到广告，哎，对，妈妈，我可以买一只钢铁人吗？我想要买钢铁人，我想要买钢铁人呐、啊。好啦，二十秒，冲，20秒。你说真心话啦，这样像啦，这样子一模一样。你说真心话啦，这个哪里像？我不是黑的，我是黑的。它到底哪里像？你告诉我。它这个有毛哎，这样看呢、啊？是这样吗？像啊，你看，我们有点像。这样你看，四根就四根，你看我们超像。已经画的，你觉得是什么？一定是橡胶手套。那我问你哦，那为什么这么会白白的？等一下，有什么蔬菜下面是白白，上面是绿色的？啊，就是茭白。除了这个，那不然就是青菜啊。强哥刚有提示。对啊，你要出去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冲啊，快冲！普通的葱，所以蓝队呢失格没有得分啦、啊。红队呢，佩旭哥，我怎么会买这个？但其实它只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火龙果，另外就是红毛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常玩一种那种黏黏球，上面有毛的那种。对。好，来，正确答案是
红队抢下一分喽，是不是？来，第二回合想要派谁？好，来一杯杯。哦，哎呦，妹妹你找颜色，你先找一样的颜色。他是妹妹颜色，你拿来也是冲就对了啦。对。小 Q 妹是属于那个抽象派的画面。可爱啊，孩子的玩偶。小 Q 妹真的很厉害。不是你们的题目很简单。加油！哎，你觉得很多层次，好不好？好不好？可以了。什么还难想象？刚刚那个红毛丹，红毛丹配须都有办法想成火龙果了。小弟妹先从背景开始画，他可才懂啊。好，时间到了。我先让他紧张，张老师就知道。是这样的吗？快去，快快快！去呀！干什么？你不赶快去，你在干什么啦？去啦！哎，我觉得我一开始看不懂那什么，可是我想说。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它是红色的。它是红色的，三个字，不是水果。对，好，就这样。好，够够够，可以够够够，可以了，可以了。快快快快！哎，我看一下你的，我看一下你的。我会给很诚恳的意见，我刚刚是就给你们诚恳意见。很诚恳。对对对，我还 OK。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哦，它一定是连在一起还是什么的？哎，一姐一姐。哎，说时迟那时快，你觉得这个像不像？很像哎！我突然有想法了。什么想法？桌球拍，红色的，有网子，有球，球还在飞。不赶快找你，还在那边讨论，我们在聊天呢、啊。你，哎，你可以不要干涉我们吗？啊，你知道你是什么了吗？我知道啊，我三秒就拿好。啊，你不赶快去找？你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这边应该是遥控器之类的吧 ？OK， 我先拿电话。大概我是很想帮你。哎，我这样都骗不了他。一下嘛，我也很好奇，这是什么？铁轨，铁轨上面飘着气球，就是一列那个。火车要去参加 party， 让你得到答案了吗 ？OK OK， 我喊你雄鹤的告家。哈哈哈哈哈！一句话，雄鹤的告家 ，You got it，Yeah I got it。天哪，哎，我这个买错真的不能怪我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执意要去找桌球拍。嘿嘿，捕蚊拍，没问题了吧？哎，红色的，先把它留着。我们多找一些这个类似的东西，然后我们到时候再做一个筛选。对，那个点是蚊子。蚊子，这就是蚊子。恍然大悟，天哪！一语惊醒我梦中人，哥哥，你是我生命中的灯塔，人生的导师。剪彩啊！十分钟可以看看雪啦，谢谢点赞，哇，好凉快，哇，好凉快，好凉快，哎，看到，好，我来找一个哈，黑色的是不是？好。嗨，我回来了。完了，怎么有这么多这个系列？为什么？为什么都要做红色？我错赛好不好？怎么都是红色的？哎，
天哪，小 Q 妹真的要弄死我哎！全部都给刻在你，这个有点荒唐。没有，他说你带这个回来看，我说我没有，我是想要先问一下神明。对，带一个。他们脸色一有变，我就马上把它拍掉。嗨！嗨！你是要去要去跑多远啊？拜拜啊！没有我。那你觉得是哪一样？我是要放一样上来嘛？对对对，就是他了。好，就是他。好，一轮拍，厉害啦！先公布我的吧。哎，先看没有悬念的啦。对，没有悬念的。这个不会有任何悬念的啦。这个，哎，那还有？这个你去问贵，清楚楚。你去问贵宾狗，他都告诉你是剑。哎呀，要看我们的正解，来，迪迪自己放给他们看。一二三，哎，来，一二三，哎。你觉得是电玩拍？老实说，我如果是你，我也买电玩拍。而且等一下，其实他是画这样子，是这样子，有文字，有文字。正确答案是。好了，这个第二回合呢，蓝队获得一分啦，一比一哦，有的拼哦。预备备 ，Go！加油啊！哦，一磊，他进兵来了。一磊，他进兵来了。乔画画的蛮有架势。他今天绑了两个包。其实陈宇桃有一点像幼教老师。对对对。但今天不要招惹他，因为他中暑。他中暑。哎，对，情绪很难控制。乔怪。好，来，我赢你了，赢你。好，来计时，十分钟。来来，等一下，小金妹，你觉得这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好冲！等一下，你觉得这是什么？不要讲，不要跟他们讲。那小金妹，去找这个，这是什么？是鱼吗？点点，好吧，雨有点，我们去找有点点的雨。你对镜头讲，跟大声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要讲，你要讲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要讲答案。这是什么？为什么你？你要抢答案？我问你，你要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放弃沟通了，没关系，我们去找。你知道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吧？你讲这是什么？啊，对对。那你这个尽量不要打到我，我已经被你打好几次了。好，鱼在那边，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点点的鱼。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去找别的，好不好？好。啊，对，做截区，做截区。但是妙就妙在说拖鞋没有做，啊，哎，要找一模一样的哦。你觉得哪一双最像？有没有哪里你觉得有点点的鱼？点点的鱼在哪里？形状一样的，我带你看一圈哦，你看看有没有长得很像的。你觉得有很像的你就跟我讲，有没有？没有，那这边呢？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没有。哇！好啦，好啦。哎，到底是哪一双？你赶快找啊，来不及了。你觉得是哪一双？你好聪明哦。哎呦，哎，刚刚一直顾这边都没有看后面，我帮你看一下。那你要拿起来对比较像，你自己决定哦。这两双哪一双最像这个？你自己选一双好了。你觉得是这个哈？应该不会有错的啦哈。阿硕，你不要怪我，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错，因为我也没看到他的那个图案字。
佩旭跟小 Q 妹绕了生鲜部一圈，还是找不到有点点的鱼。就在两人想放弃的时候，小 Q 妹看到水果区上的木瓜，这会是巧巧画的正确答案吗？还是先从没有悬念的开始啊！好啊，来来，我们面对镜头来了，这贵宾狗都知道这是拖鞋。对呀、啊。嘿嘿，那关键是在于说有没有找对，因为拖鞋拜拜款啊。真的。那阿勋找对了。哎嘿。红色。对，因为一磊画的相当之清楚了。是的。这个贵宾狗都知道一定是这种鞋。对呀、啊。太棒了。你们的比较危险。哎、欸，你怎么会觉得你输了呢？很会找木瓜。对呀、啊。公布正确答案。哦，就是木瓜。嘿嘿。开始。这难了，这对蔡宜家来说太难了。哎呦！哎呦！我觉得一定啊，会弄到我。30秒，好运的。哎，小孩子脑海里面有这个东西吗？不要画蛇添足。不要给我。这条线会不会是多余的？啊？这样是吗？有没有看得懂吗？对呀、啊。吉佳鹤啊！来来来，这个是小朋友找。来，红蓝两队出发啦！一个姐姐耶，我们问一下，这姐姐，你说姐姐，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是什么东西？这应该是耳机吧？是耳机吧？小 Q 妹，我们不要走太远，好不好？你想往这边走，对不对？没有，我没有走，没有啊，他带着你走。小 Q 妹，你不要再拖时间了。小 Q 妹，你看有这个，哎，一个有没有？哎，长长的，你觉得它像什么？煮菜的什么？这是煮菜的什么？煮菜的都炒一炒。煮菜的炒一炒。哇，我的饭多，大的饭多。煮菜几桶饭？而且你还太编了一首我的主题曲。房子长房。房子房子房子。哎，你觉得是什么？耳机，觉得是耳机吗？那请问耳机在哪里？前面加点，前面加点哦。去，把耳机拿来，你去拿一个，把耳机拿来。有像的吗？这边这一区有你刚刚说炒菜的那个吗？是那一个吗？是那一个吗？哎，你觉得颜色跟这个像，还是跟这个像，还是跟这个像，还是跟这个像？来，我自己找到了。好好，你自己找，这边全部都是炒菜的 ，OK。然后你要看一个像的哦。要像，哎，玉哥麦刀啊！好心呐，我希望朱妹赢。我跟你讲，朱妹这一排都是炒菜的，你看哦，你觉得它最像哪一个？你刚刚说你想要找炒菜的、炒饭的，你觉得这一排？这个最像。你说是这个最像吗？是啊 ，easy 啊，一样啊。一样还奇怪，我今天我们签运特别好，我们的都真的比较没有悬念，真的。这个一模一样，这个连贵宾狗都猜得出来。你这个已经用四次了，要警告喽。哎，这个非常很有心思的
对，因为不小心会误认为我们是那个机车大叔，你知道吗？不会。阿勋，我拜托你，你快笑的好不好？来，这边进来，一二三，笑。他是忧郁小子。忧郁小子。对，阿总，阿总。阿公，阿公，阿公啊！他是谁？那你觉得我长得像什么？阿公。像阿公。他说我像任何一个阿公。好了，好嘞，这个没有悬念，没有悬念的，答案了，然后拿回来是这个了，答案呢没有意外的，也就是这个了，嘿嘿，蓝队获得一分啦。好了，三团家族到底有没有对呢？啊，很明显啦，珍惜珍惜，哎，可怕了，哎呦，那这样子就变成三比三了，三比三。哇，那第五回合要决胜，第五回合要来个 bonus 赛了，抢分了，好不好？压力大。来，我们接着进行第五个回合。经过了四个回合的激战之后呢，来到第五关，哎呦 ，bonus 关又出现了。对，啊，这位民意代表是，哎，这位民意代表，你不觉得他很像立法委员吗？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家乐福店的店经理啦，何莫忠经理。人家都说我是那个家乐福基友，是，谢谢。南北二路呢，只要有家乐福的地方都有我们的。没错，我们高级家店你都可以来录影，没有问题的。那你要考虑找我跟李佩旭来做家乐福的代言吗？对对对，考量一下。还要我，还要我，好，还有还有大家，五货家乐福了，五货家乐福。待会的经理就来，哎，就要来画画，画画画画，给我们去找。是的，如果通过经理这一关，我们是比现实赛，比快的。刚刚录影前我跟他聊过，麻烦了。经理说他这一辈子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画画。不用紧张啊，不用紧张。哎，他一直叫我们不要紧张，所以才有难度啊。因为第五回合我们可以抢分了，抢两分哦。对，两分。如果答对经理题是可以得到两分的。哦，两位老翁老马杰滚头刀的资深名模已经在热身了。光看这个态势哦，人家要拼速度啊。阿强就稳赢了，你有没有觉得阿强搞不同在生命？充满了企图心，然后那个品燕在那边拿下一副，哈哈哈哈哈，拉不下来呀，拉不上去，因为搞不同这东西，婚后要收起来，对，对吗？谢谢，像我们讲话都听不太到，哈哈哈哈哈，到底要画个什么？不要急着讲话，你们看图就好。来计时30秒绘画时间。哎，那你要画什么？知道吗？哎，啊，你待会可以看到，你没有看你怎么画？啊，死人了！今天好啊，糟糕。不要联想力啊！啊啊！失去了，完全比快，呼之欲出啦！跟你讲，好就对了。6、5、4、3、2、1，跟你们暗示一下，只要零点一秒就懂。所以呢，好就是了。太好了，李贝贝。在这吗？是。在哪里？就是吹风机，很明显的啦，我们先跑回来。哎，刚刚好惊险哦，哎，而且一秒之差，而且你们是失心疯的，一看到往前跑，啊，明明就在你们身后而已。我觉得是有一个障眼法，你
不能看到黑影就开枪啊。因为那写个电器，你知道？哎，所以你就往电器的方向跑，它其实是家电。电器啊，这叫家电。你知道为什么不要突然回头吗？好惨。在前面只有湿的。不是，林燕，你才跑几趟而已，怎么白成这样？韩系，韩流，韩流。好了，我们恭喜第五回合 bonus 赛呢，蓝队加到两分啦。五回合比赛结果呢？胜负已定啦。对，你们真的很棒，靠了阿强抢了两分呐。阿强很重要，但是阿勋不孝的阿勋，smile 的阿勋，对，也很重要啦。哎，你卡球呀，你卡球的，阿公。你们到位了，阿公，我做小兄哎，你们叫做阿公叫我。阿勋，下下打起精神。下一下，下一下，帅哥，帅哥，阿公啊！改变了这个弄的后面，好好做。对，好嘞。哎，你赢了呢，你看耶耶，他连笑起来都很快乐。扔球球，好了，小小兵来画画呢。今天的总结分数呢是蓝比红5-3，蓝队获胜啦。接着呢，我们要转下一个游戏。转送餐员怎么玩呢？我们来各派出一位队员，两个人必须手牵手，你浓我浓的，然后要看着对方，看着对方旋转哦。啊，买水！那玩十圈之后呢？双方队员会递上一个铁盘，上面有5杯盛满的水，你必须以正统 waiter 端泼盘的方式送到终点，你的水，你对着水桶里面加进去，只有你们可以倒水哦。好啊，是的，不能倒水，是不能倒的。哎呦，那不然大家都慢慢走，让他不晕了再去倒水好了。是是是，只有赢的人可以倒。来了，那第一棒我觉得就要派出我们的强棒，以前担任多年在西餐厅担任 waiter 的吴昌凯先生。这样子啊，我们尽量男女搭啦。哎呦，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了。好。我再提一下，大凯会是谁的菜，你知道吗？我整个看下来，我知道了，大凯是易磊的菜。对对，我以为我们不是两位阉割，不好意思，这都不是我们。我要上菜，发出银铃般的叫声。腻了啦，真的腻了，骗人的，对呀。大凯跟易磊来，来来来，三位，真的假的？地转送餐员第一回合，等一下，哎，连哥手感蛮好的，这不是我的方式哦，你要小心一点，不要握太多，握这样子，这样子，来来了，转圈十圈哦，萤火般的笑声，来，拜拜，去哪里啊？要把它甩出去了，哎，我觉得伊磊好陶醉哦。这样子啊，有鉴于刚刚不够晕，对，对啊，我们换个方式，我们不要直接紧扣。对，等一下开始我甩你就对了，然后我们这样转圈好不好？反正啊，不然你就傻傻的被甩就好。来，预备，来喽，来开始，这是干什么？你何苦呢？
风水轮流转，不要让观众轮流玩，不要让观众笑你弱。可以啊，可以，夫妻轮流玩。我提示一下，我可以比照刚才的方式来做正确的啊。对，还要加码。对，你要换一招嘛，换一招啦。刚刚这样子嘛，现在这样子。对对对对。不要啦。不是，怎么讲？目前讲这样到底为什么爆这样？不行，要怎么转转不了啦？可以啦。英磊的个性我了解，哎，他你怎么都了解？他一定想要。你们第一次。唯一要的那个理由就是要给他加一点。好了，酬劳帮他再加2000这样。可以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大家来这里不够为了你的付钱，我2000块就被出卖了。背他。啊，来。背我。还是落后红队，剩下最后一回合，两队都要加把劲啦！刚刚最好看的来啦！经过技术委员会的讨论，是就公主抱啦。哎呦，男生不用当盘子了嘛！是、啊。好了，这次请示一下，请问压力好大啊！可以啊，可以啊！好了，我跟你讲，我再加2000了。再加2000吗？太好了，好。哎，王一磊很明显笑容都不是。很明显做效果，为了可以让我们赚钱，买毛病，对，因为这样子往里面，买菜钱，先抱起来再转，一二，再拿一个小时，转，你把它放远一点，十，好。等一下，快点！滚那么远啊！等一下，快点！谁家的头发？
掐的，赶快起来啊！赶快，单手跑，单手，单手，大王，大王，你怎么刚从那个土石流里面爬出来？大王，大王，大王，好了，来，盘子的水也要放，对对对，是不是差不多啊？好，来，恭喜这关红队获胜。耶！来一点，刚刚窒息，只要没有，你要赏我啊！我自己也晕了。对啊，我晕到刚刚，他撞到我就倒了三杯，如果没有倒的话，我们就搞不好就赢了。对啊。好，来，我们来进行第二关的水上观赏。走。第二关的水上关卡名称叫做名模出来我之之名模真烤腰，哎嘿，腰没有错，没错啊，是啊，怎么会有这么不雅的名字？不是，刚是要靠腰，名模很靠腰，大家都知道，哎，但是不能拿来当做单元名称，那依旧应该叫做对，叫对，我想一下，靠腰吧，名模。待会名模要展现常常在锻炼的一个腰力啦。是，我们待会呢水中会有两块浮板，我们各派一位队员呢站在浮板上面。好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玩过那个用绳索、用腰力把对方扯下来的？对。待会就在节目在浮板上面玩这个啦，这个需要一点技巧、平衡感。对，就是蛮力也没用，蛮力也没用，要靠巧劲、巧劲儿。好的，巧劲儿，巧苦，对，就是你啦。对，好不好？那你第一个上，第一棒。我并不也要铺陈到我第一棒啊。真的吗？但是我决定挑我喜欢的。好，你挑，对啊，挑你爱的啦。你好好挑。沈玉琳笑烂的，就真的烂哦。这句话说出来，反正不能挑女生。对啊。好挑哦。好了，阿姨，是你挑的，我挑的。好，阿姨。好来，阿姨很强哦。好来，阿姨，你不要被看不起哦。不会的 ，OK 的，靠腰吧，名模第一站，沈玉琳对上阿姨啊。来，厉害来。你的腰力准备好了吗？这个蛮靠腿力的，因为你要平衡很难。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当男女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公平，因为其实我的邻居当他阿公都当了。阿公，叫我一声阿公来。哎，孙女好。好，来，拜拜。来，举手，举手。你们在动啊？你们在动啊？加油！你们在动。助理啊！沈玉琳是落水的吧？对，这个很明显，这个有点丑了，有点丑。对啊，对啊。那你要再一次，一次。你再怎么摔都是丑的，因为我看他都不动，所以我就先采取攻势。啊，对啊。好吧，再一次。你真的想玩再玩一次？对，想再玩一次。好，那不计分再玩。好，因为我觉得你会赢。好，来，上浮板，再来。待会呢，哨音一响，两队队员就放开浮板了哦。好了，预备，备。哎呀。路上谁走？哎呦喂！你好烂哦！调戏人家，不是？调戏人家？哎，他出怪招！你连把人请到你家来？他趁我在想笑话的时候，对，玩游戏还想笑话？玉林。有差吗？有差吗？好嘞，第一回合呢，红队抢到一分啦！哎，对，好好把握，一共是抢分的比赛哦。大凯，我现在对你寄予众望。等一下，你刚刚站得太不稳了。你 hold 住，你 hold 好啦！现在赶快！开始了吗？我抢没抢？你喜欢埋葬啊？阿强，我们的策略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么久，对，挑不一赔啊，就是你的啦。
抢山成功呢，这个算是两大公主之争啊，西西公主跟乔乔公主。好来，预备备，啊，放开了，哎呀，慢走啊，慢走。刚刚那个太快了啦！啊，两大公主之争再度展开了，既生西，何生乔？来，开始啦！加油！自信，不要你站着跳，他久了就会倒下去。跌倒了就跪下来，跪下，坚持站着，坚持站着，再跪下来我就扑你，给他死好了，一直给他死，仔细。好了，两大公主之争再度展开了，既生西，何生乔？来。他久了就会倒下去。冲啊！你不能要跌倒，就跪下来，跪下，坚持站着，坚持站着，再跪下来我就扑你，看到吗？跆拳道的比赛规则就是说，没有人先落水，但是要看攻势。对，好，那明显攻势的攻势比较多。是的，啊，所以呢，裁判团那个裁定，啊，裁定也比较落败。哎呦，蓝队后线老师，抱一个，抱一个，抱抱一下，恭喜恭喜，蓝比红，三比一，蓝队获胜啦！耶！我们来看看下一关是什么嘞？要加的什么意思？这个你要去问大凯，因为我师承大凯，我要打十个，十个的，
我要拿铜鞭问为什么喜欢吃海产，为什么？因为海产是西部，它是夜西部。耶！西部的，我们要带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新的游戏，听说名称很厉害的，是的，最厉害的，雷公天鹅过五关，接力赛，哎呦！ 为什么我被有奖呢？因为是我刚才想的。水中天鹅过五关，接力赛。好嘞。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过完关以后不就没事了？哎呦，他们叫我们划那个船啊，划那个划天鹅船。是的，还要划到下一个点去啊。哎，对，用手划，用脚划，用头划，都可以，什么都有划，就是没有奖。 天鹅船关接力赛，我们在池畔共设置了五个小船，每人负责一关。两队同时出发，最快完成并戴上象征荣耀美丽的皇冠的队伍获胜哦。天鹅船也是相当时下流行的一个新的。划得快，当然就到了比较快。对，可是呢，到的比较快呢，那一关的人玩得慢，也不一定会赢啊。对啊，枉然。好了，站岗时间到了。啊，水中天鹅从五关接力赛，第一棒。我看到这个，我牙齿都酸了。第一关，冰块找番茄，想尽办法吃到冰块内的番茄即可前往下一关。 我快想说你牙齿咬干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大块。对啊，我要等我吃屁啊！对啊，这有人在原地咬了，要开始了。全线预备，预备。哎，看了，哇，大美瑞啊！不可能啊！哇！哎，这个人挖的好快哦！真的有哎，水是要喷的。对呀，哎，你刚刚水，哎，最惨他毙了啊！ 这冰块融化，哎呀！哎，没有，不要碎！哪有那个人啊？倒下去的，他没有碎啊，用身体融化他。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哇，可以，我过。哎呦！没有，肚子是 OK 的。 用的慢慢的，慢慢的秀一下，用那个轻。哦，好轻哦。好冷哦。啊。耶。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对啊。我们很久没有接近40岁的老模。哎哎哎。啊，也39岁的老模。哎哎哎。38。老模表演这种FLOW秀了。哎呦哎呦哎呦。FLOW秀是什么？FLOW秀啊。就地板秀的意思。 跳一下，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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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等一下，我面都凉了啦！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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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啊！
第三关，肚子饿啦，去吃完整碗酷辣的泡面之后，就能前往下一关。太小了，你太小了，你太小了，你太小。这是你的专场了，赶快！会辣吗？吃快点，吃快点！雷强，快点！雷强，快点！先靠过来了，雷强！看他们那边在耍宝，没关系，我们会赢。在耍宝了！加油，加油 ！Come on！ 妹妹，来来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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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们有机会哦，因为大凯，这是大凯，我第二太烫了，你们是你，大凯，你想要把年龄给起啦？可以这么会吃，大凯快点，加油，快点吃，快点，哦，好烫，哇，李毅很明显慢下来了，对，会辣吧，会辣吧，哈，烫烫烫烫烫，哎，跟五天，哇，大凯不怕烫的哦，那说很难，哎，听说这个是现在韩国最流行的辣面哦，还好李毅不怕辣，哦哦哦。大凯狼吞虎咽，醉啦！从来没有听过辣妹会怕辣的啦，真的啦！加油，快点啦！要穿的。大凯加油，大凯加油，有一面，有一面，有一面。李毅，快点，李毅！哇，你要把他打来。李毅慢下来了，对，李毅慢下来了。哎，他们看他们吃，我有点想吃哦，没有很香啊，哦，很香哎，很香，很香，我有点饿。大凯不错，不错，不错，快快正汤哎，正汤，正汤。通了，通了，强将。我没有想到大凯你追回来哎，大凯，醉了，醉了，醉了。李毅，李毅，快点啊！我要过去，我要过去。嗨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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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嗨拜，嗨拜，嗨拜，嗨！快点，嗨拜，快点！哎，你是哪一位？啊，你现在对。第四关，一次接三颗，队员嘴带扩嘴器，需克服丑态的心理因素，并且吹泡泡，同时接住三颗泡泡者过关啦！嗨，我在干嘴器，对啦，再一次，等我，快点，快啦，好辣，好辣，李毅，快，快，快，好辣，那个团来码头的，快，好厉害，厉害。几个几个几个炮几个炮，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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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哦，一次三个炮，一个快快快快快！不要怕丑，不要怕丑。在擤鼻涕。哎，好想帮他们。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戴得很习惯了。对啊，应该戴得很习惯了。好像在截图哎。好，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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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就是我们现在新的牙套的技术哦，拳头矫正。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不用怕的，不用试。哎呀，大家接住。一，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看？弟弟啊，他好像本来就长这样。躲猫猫回来啦，请小心躲好。我来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来了。我们的 GoPro 已经步入他的行踪了。别话说的话都是假的。上去，上去，可以，上去，你要上去了。
头戴内有碗与球的丝袜，成功将球甩进碗中，即可前往夺取皇冠啦！来，很奇怪，我看不见，你把眼睛张开了，我要不要帮你？我张开了，要不要帮你？别让他跳。但是小心龟兔赛跑到你哦！他们还卡在那一关呢、啊。哇，这个兵败如山倒。有好，把它完成。你超难的啦！他又来了啦！可以戴皇冠了，戴上皇冠。好委屈哦。我们来放哦，放那个窒息呢，大错特错。我又要来，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一二三关感觉我们都会赢，因为我们都一路领先了。哎，什么？哎，对呀，第一关就输了嘞。但输没多少，因为滑筒它比你快呀。然后我们第二关自破气球也比较快啊。对，老实讲，第三关有点卡，因为李毅先知，先知灭了。但后来晚节不保，哎，晚节不保。不是那个真的超棒的，嘴巴还在抖，还在抖，他嘴边肉都熟了，自亏吧。哎，好的，来，天鹅从五分呢，红队获胜啦。哎，我们来看看下一关是什么嘞？太好啦，这一关有创意啊。这一关叫做是把水丢丢乐，哇，是资深制作人，哎，想解开二要，这么老的梗。终于有关卡可以发泄对敌队队长的怒气啦！两队队员从滑水道滑下，用水球攻击敌队队长，丢到头部得两分，身体与躯干得一分，每人两球机会，累积最多分数的队伍获胜啦！这一关呢，可以让队员们宣泄你对队长长久以来的积怨，好不好？队长会站在终点这边等着你。丢自己的队长啊！丢自己的队长，丢对方的队长。我们只要想丢自己队长。我跟你讲啊，而且哦，一人只有两颗球啊，你如果在滑行的过程当中球掉了就没有，或捏破也没有。可是我们就全部都丢一整颗，反正重点就是丢到那个人就对了。可是切记哦，在下水之前就要丢哦，你不能说人都下水了，哎，我走到你前面来，砰！对，不能那样，好不好？水就是你们的最后终止线。好了，请就站在位置。首先由蓝队来进行滑水丢丢乐，他们会丢中魔鬼筋肉人配序几可呢？第一棒。一雷，准备，走。
蓝队前四回合只得一分，最后的沈队长能够化身为从外太空丢到行天宫的神丢手抢分吗？有丢到吧？没有，没有界外球。哎，截至目前为止呢，小弟我身上只中了蓝队的一颗水球。好了，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要破台关，哎呀，我们必须要推翻的，为什么呢？哎，好，出力心难，哎，不好破，因为不好破，因为这样都破不了，要怎么破？不好破，好痛，哎，不破其实好痛。我看能不能破，哎，这样都破不了。来来来，我试看，我试看，来来来，算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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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捡不到就算了嘛。试看，试看，哎，破不了啊，破不了，破了。好来，好了，现在换蓝队的玉林哥接受刑罚了，站中间。好歹我没得一分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哦，这个我怕人家挂蛋。来，红队 stand by， 耶。蓝队在全体的努力下只获得一分，接下来由红队上场，荒谬大师沈队长，你走着瞧吧。一杯杯，小绅士，小绅士，中。加飞加快，丢！这球在手上。
刚刚那个角度是对的。比数呢？红比蓝2-1，红队的这块获胜啦！耶！接下来水关算是红队，我们要全力求胜。啊！干嘛跟你讲？你过去。来，今天的进入踢罐子躲猫猫。招牌单元啊，经典单元，好久没玩了，对不对？大家都一直在网络上说好想玩，真的。哎，今天呢，很强。是是是，我们今天呢要在这个翡翠湾呢要进行我们的泳装夏日青春版的踢罐子了。厉害的是说，因为这个区域都可以赌。哎呦，万一有人水性奇佳无比，哎呦，他一直把自己深埋在那个水底下，水蛮海，长达30分钟不出来。那可能好想看，好想看。对啊，各位斟酌自己的体力跟能力。对对对，还有看自己的肺活量到哪里。是的，而且呢，由于今天呢，我们是在池畔跟海边玩的，所以我们当中除了夹脚拖啦。今天我们的规定呢，就是以竞走的方式，不能用跑的。那竞走能不能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来，陈志强竞走天王，竞走呢就是两只脚不能同时离地，所以要这样子。游戏规则采积分制，当鬼抓到敌对队友并抢先回到罐子区淘汰此人，可得到2分；如果让对方抢先踢到罐子，对方可得到1分，由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啦！来了，踢罐子来了，小心啦！先尿尿，因为尿急了。我也是，我很厌，我尿尿没办法躲。哦，我看到了。我来了。快不见得有哦。这里就是我的家。好好好，够够，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千万不要透露我的。不会不会，我不会。哇，在这里坐30分钟啊！但是呢，为了观察周围的环境，所以我必须还是要露一个洞出来，好吧？就在这边沉淀一下，思考人生。我要藏在这个洞里面，这个洞好小。我躲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这边的路桥上面，各位可以看看，我躲在这里，他从下面是看不到我的。我要躲在这个滑水道这里，等一下如果鬼来抓我的话，我就从那个滑水道丢下去。找到我的鬼是丙叶，是老公。如果真的不慎被他找到了，只好使出我的大绝。我觉得这棵树好像还不错，就躲在这边好了。一定要帮我看吗？一定要，可以帮我铺块布上去吗？帮我弄个板子，不要让人家看到我。我现在在这边有一个钟，可以敲钟的地方，然后其实他们就在那里，所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应该不会看到我。水里面很有可能是强哥，是强哥，还好还好。小朋友，你看有没有看到穿红色衣服的人在哪里呢？没有，我躲在一个岩房里。最好躲的是我的话，我躲哪里？会躲这个里面。小声一点啦！我让镜头看一下你。这个镜头蛮好的吧？你这边躲得蛮好的。很聪
好啊！好懂啊！基本上邻居不大了。糟糕糟糕，完蛋了！看到我平月了，他在那边，好恐怖啊！没想到我。你的区真的有点大。啊，糟了，他在，幸好往这边来了。 到哪里呀？哇！成功了，躲过。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有穿蓝色衣服的人往这边经过？没有。怎么可能？紧张抓，你们在跟我同队。其实呢，偷偷告诉你们，有人的刚才他们自己没带了一台 GoPro 嘛。 我们的 GoPro 已经进入他的行踪了。然后，因为刚刚明明就在他旁边，他竟然没有看到，宝宝生气。是红队，你给我躲好一点，你太过多了，你跟我跟你讲，太过了。<笑>玩这个游戏，常常就会弄巧成拙，那么巧的遇到了一个，结果蓝队的。 你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这样看，我都没看到脸，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大咖，因为肚子很大，他躲在一个没有办法容纳他的肚子的地方，太好笑了。那个同队的那位队员哦，要都被你发现了，你上来，到那边去，到那边去，好，公平竞争，来喽来喽来喽 ，Yes， 没有。我先踩到的啊！没事。哎呀，我太可爱了！我被发现。你说，就不要第一个让我踩到，就是你。我觉得你过了我下一个之后，你会很顺利，会找到其他人。不行不行。所以这样我要跑走啊，跑回去吗？ 我们要竞走的了，哎，不可以跑，不要让他五秒。他刚刚没有，他的小枪怎么样？三秒，三秒，三秒，五秒，站住！好的，开始，我们一起，一起。结婚说的话是假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很可怕，玩了一天。谢谢你，我叫李毅，谢谢。那你要，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啊。谢谢谢谢。一直听到有人说抓到抓到，但应该不会是抓到我。以我的经验来说，那一堆游圈里面一定有人。还给我们自己人啊，快吓死我！我还以为余炳彦来了嘞。 要怎样？哦，安内安内哦！哇，这园区真的很大哎！这边都算了，太难了吧？太大了吧？他看不到我，他看不到我。我看到一个屁股。 看到我，他没有看到。都没人了，你看。红队，我看到红色的衣服。别走！别走！ 你为什么那么笨啊？你只看这边，你不看后面。<笑>你看直播到，我就看这个屁股在那。都还在聊天。你都开直播是不是？<笑>我先拍了你肩膀，好。嗯嗯好。就算是大，然后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喽！他没有看到我，他没有看到我。别走！别走！怎么那么远呢？你们要钱？装一下我的子弹。为什么被我发现？为什么？因为你探头了。
你是鹰眼吗？鹰眼。我刚才一直以为你会躲在一个很封闭、密闭的地方，很难。像以前那样。对，因为你很怕死。然后你到那边肩膀，到那个柱子之后，你要停在那边不能动。那我们预备开始，我们一起走。为什么？没有，我要两个。我让你一个柱子去，因为我是鬼啊，你鬼。我要两个柱子。两个柱子，你要不要刚刚回家去算？不能动！我是过来看一下，刚才他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穿的不一样眼？我们这边太角落都没有理我们，是这样子吗？对，你没有包庇任何人的、啊，没有，真的没有，因为你们也是穿蓝色衣服，应该没有互相靠，没有，对，绝对没有。我说你跟他也太厉害了，看一看都刚刚冻死了，没有，好，确定，这边没有的话，要不要来点回力？他在很短小。对。那我可以来点别的吗？我想一罐水好了。我觉得真的比较好，变得可以休息了。这样太残忍了吗？有点渴哎。嗨，会不会热啊？啊！哎，你躲得太久了哦。我躲得很好哎。你会不会觉得太久？会不会有点？人家放我起来，我腰酸。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什么东西出卖了？其实他们都没有出卖你。我已经收到没办法。他们其实都没有出卖你。出卖了我？没有，告诉你，这一台出卖了。经过我会看到人在闪。超小腰超酸，对不对？上面算吗？我听到陈志强说，上面算吗？完了。你知道你是我最难抓的一个窃贼，真的假的？全部已经被我伏法了，就是你啊！是我，上面也算吗？如果上面算的话，我就有一个地方可以走。但我们其实这样的这个不信邪有点尴尬，没关系，而且你的汗一直滴在我的身上。我其实我不像鬼，我蛮像警察的，我滴在脸上嘛，来。哎，好，我们先找对一个地方哦。好，我把我的枪放下。预备，开始。很深。
现在不能相信任何的店员，因为每个都会告诉我，你们有看到玉林哥吗？有看到玉林哥吗？不能说，没有。好。这个算建筑物吗？不算，没进去，没有到井里面都不算，对不对？可是只剩下这个地方了，哎，怎么可能？刚才那边我找到了，我也知道废墟在哪里啊。然后刚才那边找到蛇，李毅在那里，所以现在只剩一个人。哦，有人睡着了。你卖困啊！你找了一个非常轻松，又有气垫，又有空间可以容纳，啊，够人给你 cover， 这样看不到你啦，露个脸啦，够了，我帮你拿开了哈，等一下哦，我帮你拿开哦，先不要急着碰我，不会，先不要急着碰我，让我先站起来，对啊，这样聊才有意思嘛，并不是这样的脸，这是一场，你帮你，还没有，好，不会，这是一场，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我想干嘛？我们要干嘛？慢慢聊嘛，边走边聊嘛，对啊。要碰到肩膀哦，哎，对，不要碰到肩膀不算哦。你刚跟志熙来那一招很像。对，要碰到肩膀哦。那我这样的啦。啊！进走开！不会，先不要急着碰我，让我先站起来。对啊，这样聊才有意思嘛，并不是这样的脸。这是一场，你帮你，还没有，好，不会，这是一场，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我想干嘛？我们要干嘛？慢慢聊嘛，边走边聊嘛。对啊。要碰到肩膀哦，哎，对，不要碰到肩膀不算哦。你刚跟志熙来那招很像。对，要碰到肩膀哦。那我这样的啦。进走开！你怎么走那么快呀？慢慢走。抓到了，阳光走了，阳光走了，然后他一个镜子的距离。啊，一个镜子的距离。对，好会说，哎，来到怪阿克，海南水道一桥七色星，所以呢，我们经理游戏重新玩吧，好不好玩呢？好啦，宣布一下成绩咯，第一位是躲猫猫的红米兰是9-6，红队获胜啦，没关系啦，这个饼面算是洗刷那个，是不是？是的，我们这个原后来的，对，叶老婆这种，哎，他特别哈，那个身上建筑有，第一个抓我，完蛋了。因为太了解你的思考方式，对，好了，今天谢谢各位参与，每个礼拜天晚上10点，请继续锁定华视，民国出任务。